我跟你们说啊，那 AD 会玩啊，真不可怕。那 ADC 其实就是个 P，真的就是一个 P，我一崩它就没。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辅助会玩，会玩的辅助保着 ADC 老难玩了。老难杀了，全军出击！走，回上路。回上路打鳄鱼去，我们空前绝后啊！空前可以，别绝后啊！输过来，划了，划了，吃药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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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都滑了，滑了。都一下，插个眼儿的。我们超越了时间。回血。哎，又是一个猥琐的人。又在猥琐等打野，跟打野说一下，打野等打野升到三，帮我们反蹲，这边人马可能要到了，别着急，先升个三级啊。让他帮我反蹲，一定得让打野帮忙反蹲啊！我们空前绝后。嗯，这银马马上到位了。右边小心点啊！抽一下，闪现技，点燃，打爆裂开，挠挠挠，没办法挠吧呢。哎，没个托儿没在。两把长剑出门，我套点盐就让他捡，捡完就点盐我。出现了一条小径。你敢跟我打？必须如此。走呗，长翅膀了，小伙子。再也不是从前那个鳄鱼了吗？完了。升级放扣，耶！滑不了开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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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滑了。跟我打，硬打，我们指定不怕他。无可避免，
直接飞他，都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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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面前装逼还敢用 E， 他要不用 E 就算了，他还把 E 给交了，你大意了你知道吗？嗯，你大意了你知不知道？回家起飞。打着鳄鱼先出这玩意儿了，血色之印。我们永远存在于曾经。炮车丢了就丢了吧，无所谓。这个炮车即使拿着了那60来块钱，他也没办法买装备，他让我们很尴尬。所以拿不拿其实是无所谓的。他们构成了无法接受的风险。一会儿左一我们可以大一波去中路找找他。下路还行啊，这把没怎么死。他们没有我的资格。鳄鱼居然生了，鳄鱼，嗯，生了老鳄鱼，吃个塔皮。看看这鳄鱼回不回来啊，或者是我们这波要不要下去大。我直接走下来，我把中路线收了，我们上路线也不亏。哎呀，这没打起来。我就不飞这左一了，万一他有闪现我们还不合适。他们的存在是个错误。够出了不？1000块钱够出了，回家出这个去。该去修整了。中奖了记得签一下支付宝姓名啊。另外记得去玩九州仙剑传去领红包。看着鳄鱼敢不敢把E用了吧。完成我们的使命。这也不用技能啊。爱用不用吧，干哈呢？你能放出来技能吗？我直接就脑死，技能他都放不出来，我一个恐惧的时间直接把他秒杀，插个眼儿。猜吧，我不知道这左翼有没有闪。我问问这维克托啊，啊，他有了，他捡了个闪现。银马怎么回事？银马可以杀呀。
别着急走啊，他有可能要异我。回家，不回家，这回什么家？这不回家。老死。Baby Bubble。走回家木印了，哎，不行，差100块钱。正好把这蛤蟆打了。我要吃人了啊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要开始吃人了。我要木印出来了，你别打不过这龙啊，兄弟。吃人啊。先杀谁？你们想谁死吧？就这个寒冰了，行不行？你们觉得今天就杀这寒冰行不行？你们觉得？350，冰鸟不杀冰鸡，我今天就杀这寒冰。上两把的 ADC 让我生气了，前两把 ADC 给我整生气了。你们野了不该野的人。带强攻好还是征服者好？猴哥带致命节奏好。兄弟先把皮鞋出了，来个明朗之靴，下件装备我们出夜印之风，再出一个收集者，最后再整个幽梦啥的。先把红打了去，60秒一波，只要60秒，寒冰让我看见，对不起，寒冰没了。走，找寒冰呢，他活了。好小子，敢一个人在那里带线，中路我都不管。你好，别让我看见你。现在我们 CD 还不是特别的快，你等我大招40秒一个，你别让我瞅着你。这个左一，怎么回事？中路几个人？这为什么敢塔下回城？我没明白。你是飘起来了？
回家我们出夜宴之风。我们永远存在于曾经、现在以及未来。多少钱做一？才250啊，才550块钱，有点便宜呀、啊。都杀过了就不用了，不用杀别人了，就去找着寒冰。来寒冰，别急，别着急上啊。等一等啊，别急上，等他们目标不是我了再上，别着急啊，一定在这等。飞火扣杀银马，给个五杀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给五杀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推波塔，我能上了，他有墙。等一等啊，回家出装备。我们该去修整了。收集者啊，我们的使命。这我不收集者，现在也一下就死。看看要不要追求一下大招的极限。可以出九头蛇，加个20的那个技能极速，打个蓝去。就这冰击这血，我就一秒，我就啊过去，我都不用放技能，我估计他就死了。寒冰在哪儿？寒冰在哪儿？图连我看一下，别在我屏幕之间出现啊！别在我屏幕之中出现，这个寒冰不要出现。在哪儿？我们是一体的。你敢在我屏幕里边出现？越越越，跑得挺快啊！黄蜂之力呢？还？想跑往哪跑？你让我逮到你，你就别想跑。我们超越了时间，先把它破一路。假装不拆了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敢在我面前出现。没明白，等我升个16级啊！
我出个春哥吧好一点，不出春哥容易死。这个1000块钱不能给了，我们不送啊。银马，我有木印，银马看不见，我们隐身了。寒冰，寒冰，寒冰，给我找到他，给我找到他。给我找到他，在哪里？这儿吧。哎，哎，我摁了，刚才没飞过去啊！嗨呀，不是，刚才身上都有那个影了都，刚才身上影都出现了，都没飞到，距离不够吗？空大了。杀个鸡吧，兄弟！打你蛋！对，把下路给他们拆了。哎呦！有点准，这左一的E有点准。W 没有用吧，他已经睡到我了，就好像就躲不了了吧。有用吗？他睡到我了，我的 W 还能挡那个睡吗？应该不能了吧。没有用，应该躲不了，你只有第一段用了才能有用，第二段就不行了。左一杀我一回，1500配合。不找寒冰了，我要找左一了。找银马吧，要不往哪跑？还跑？你跑得过我？先杀个银马，把蓝给拿回来，然后我们升个16级。我来了，寒冰，等大龙打完再杀寒冰，这样大招好得快，知道吧？他怎么回事？他看见我了，我估计这地方有眼儿，我估计可能是啊。那杀个你吧。干嘛？不让拆，好，不让拆。刚才把闪交了是吧？还敢跟我皮啊？还敢跟我皮？我看你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。我9秒钟有大啊，你别让我逮着你。那左一还没活呢，等一会儿啊，我扫一下来。你还敢跟我皮？你跟谁皮？不行，你跟我皮，你敢引我啊，兄弟？我30秒一个大，他复活时间多少秒？他复活33秒，我30秒一个大。引别人也就算了，还敢引我？枯萎接管了这块大陆，等他活啊！零助攻是怎么做到的？那都是我自己杀的呀，可不就零助攻吗？
我等着他。我等着这个寒冰，我等着他，我就在这等着他，我看他什么时候出来。你还敢出来？等他复活，他30秒，他还有27秒复活，我等着他。你别出门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出门。给我开视野！你跑！哎呦，没挠着！哎呀，他跑得有点快。居然被他给杀掉了。